请点灯。荣获铂金与纽约设计大奖的无人机展演，吸引了许多民众用手机将精彩画面记录下来。台中观邮局以丰原丰收的稻穗，结合冬天充满希望的意象，为大家带来视觉与听觉的飨宴。这一次他们有很用心的在布置，那无人机的话，我们也很意外，我们不知道有这一场活动，就觉得很惊喜。对对对，我希望说他们能继续维持，能有一些在更多的延续。沿着水岸无尽延长的稻穗彩灯，还有超大的椰蛋球与椰蛋树。继丰原阳明市政大楼的雪人秀之后，台中市从椰蛋节、元旦、农历春节到元宵节都有艺术灯饰的布展活动。知道今天有无人机的展演吗？知道啊。所以就是特地来看看，有觉得很惊喜吗？还不错啦。我觉得这个公园在这边就给大家增设不少，尤其这次又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活动，有一个圣诞树，给大家居民大家都很欢喜。不只希望居民们会喜欢这些布置，也期待远在他乡的游子能将思念化为力量，为家乡的进步与发展注入更多的想象。中央新闻综合报道。